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那这款游戏，我相信大家应该看过很多实况组已经玩过了。那大师不免其俗的也来反笑一下啦。那这款游戏好像颇受好评，希望自己玩完之后也可以感受得到。但是我老实说，这是我第一次玩恐怖游戏，所以我自己也怕要死。好，然后不过这款游戏它的背后的历史渊源还颇有寓意的，所以这是我想玩这款游戏的其中一个原因啊。那听说吓人的地方是第一章最多，后面好像就还好，所以但是我还是很怕。好了，那我们就来开始吧，初始新生。那其实，在试玩阶段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已经看过一些实况组有玩的，那我就断断续续的看啊，因为我怕到时候我玩的时候会没有那个惊喜感。哦，魏宝自称政治立立，组建军队，划分势力，形成北洋。啊，主角打瞌睡。大总统随即展开北伐，瓦解了当时。靠，白国风来了！老师，可以占用点时间吗？同学，先自习。应老师，你看过这张书单吗？主角被遗忘在教室当中。我不知道大家看到我滑鼠吗？我睡着了。等一下跟他讲，奇怪，人呢？怎么没半个人？台风警报，好暗哦，看不到。旁边这是什么？这季节哪来的台风？见鬼了！对，真的见鬼了。我一般因为刚小声一点。存档中，哦，是自动存档的是？等一下。哦，往下可以看到生活周记，是吗？这是我的位置。课桌椅坐起来不舒服，但坐久也习惯了。往下可以看到生活周记，可以点。那存档是自动存的吗？请同学尽速返家。好，我先看一下我录到那个游标，录到游标就很尴尬了。好，测试过了，是看得到我游标了。OK， 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先看一下生活周记。本校校训：陈仆钢琴，校长神经。好，这个大家去看。那其实我记得我高中是直仆坚毅，我高中的校训是直仆坚毅。小学的忘记了，因为国中、高中是念同一间，我们是直仆坚毅。好，学生入学后最先。被要求把校训背起来，其实也不用刻意，背罚写几次就红掉了。简单讲就是诚实、节俭、勇敢、勤劳。另一个重点就是认识校长沈静先生。校歌：山风荡谷灰，红旗像星星水。这我不会念，不会唱。翠华无校，翠华中学有好像有这个台湾有这个学校吗？这我就不确定了。学校的校歌其实还不难听，只是从小开始校歌内容就不外乎爱学校啦、爱国家啦，最后更要打败共军复兴民族，想起来真是有奇妙的感觉。没了，没了，笔记 ，OK 啊，好，我们先点这个，多上了一张纸条，老师去哪了？听老师最近一直请假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不晓得，只听说会有老师来代替他。不知道谁传给谁看的纸条，看来有人关心殷翠涵老师的行踪。殷老师最近一直请假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不晓得，只听说会有其他老师来代替他。好，多了一个笔记。先说周记本你吧，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可以拿。外面应该看不到东西吧？今天这么晚，该回家喽。我
款游戏如果戴耳机玩，我都要吓得半死吧。平常也是有在注意形势的，小考、周考、期中考、期末考、模拟考，看了就很头痛。没错，念不完的书，考不完的事，为什么学校生活一定要这样啊？没办法啊。不过，当你出社会的时候，真的会怀念学生的生活，真的很快乐，相对起来快乐啦。我记得试玩版的时候会拿到一个大图贴照，是不是？但是正式版是不是没有？我还记得今天上课时天气蛮好的，现在竟然说有台风，对啊，而且你还被遗忘了。然后在正式版好像就没有了，因为那个好像是特别为试玩版那些人制作的一个东西吧。真的没有吗？看一下，对，真的没有，难过，还是我没找到，应该是真的没有了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出去喽。当然都是走前门，对不对？那我就一定要走后门。可以弄键盘吗？不行，得用点的。出去还可以进来吗？可以用跑的。可是要去哪里啊？为什么教室要走那么慢啊？教室不能奔跑是不是？对啊，没东西的啊。我这个人有那个强迫症，所以玩游戏实在是很痛苦。好啦，走吧，看一下没东西。视力表，班上的课表，我从下午第一节历史睡到现在，太夸张了，很会睡。可以看哦，教室看里面。二年人班，这是我的教室。我以前是人班的，居然你会一个人在里头睡觉？你是边缘人啊，边缘人哭哭，边缘人都不会有朋友，不会有人叫你。像我以前那个，就是要整人家，就是人家睡，就是比如说他要睡，比如说放学了他还在睡觉，那我们就故意不叫他，超贱的。女生厕所是别进去了吧？没关系，没有人啊。恐怖游戏的精华就，像这样。应该是我先电脑问题吧，隔天我就没办法看啊。像是这样，是 bug 吗？没什么想上厕所的感觉。这样不对啊，这样子玩游戏怎么办啊？等一下，我看一下缩小屏幕。好，那个，因为那个。应该是我电脑问题啊，就是那个黑色会变黑色画面，我没办法解决。对，好了，不管，就得过且过吧。因为我记得会遇到怪物，不怪物就是鬼怪啊。那遇到鬼怪，如果看不到的话，我就躲不掉了吗？冲来，你看，好烦哎！我好像玩 Steam 游戏都会这样，我玩《圣女之歌》也会这样。新增笔记。一张泛黄的速写看起来是校内的大榕树，树下有人影，有人影啊！为何？还是这是故意的？因为我刚刚开全萤幕跟缩小萤幕都会这样子，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情况。这是二楼，那我们下去一楼好了。你看，这样遇到鬼怪的话，不就？为什么会这样啊？我觉得我要问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好了，不然很尴尬。我们先往上走好了，校门口不是往这里？噔噔噔噔，校门口不是走这里。真的很讨厌这样，有办法解决啊？等一下，还是因为有录影的关系，好，跟录影没关系。好，所以真的是
好烦哦，怎么办啊？新增笔记，检举匪谍，人人有责，发现可疑立即报告。学生遇可疑人事物，请收证上报教官室，协助检举可获重赏，记功奖状、奖助学金。省立翠华高级中学教官室，学校教官发出了检举公报，因为我们还在战争状态。教官总说要小心敌方在国内渗透，政府提供各种奖励，鼓励学生检举匪谍。我记得这个好像是戒严的时代。所以当时是非常可怕的，因为毕竟还在战争嘛。OK， 这是各内校内竞赛成绩上榜的诀窍，就是发挥爱国精神。原来如此。好，慢慢走。哎、欸，像我游往的难度会变高哎、欸。听说老高有时会往里面住在里面，上锁了，明天再来样子。好，我只能这样走了。有没有这样更像那个恐怖游戏？哎呦，为什么这样呢、啊？沙是一下加老芋头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？这边原本是一个教室的样子，现在切半，一边当工具间，一边当还是公有的老高在用。工具间，哎、欸，可以进去了，靠北。笑死我了。因为我画面会变暗呐、啊，很讨厌哎。哦，开灯，开灯。取得物件，弯曲手柄。取手柄。铁制的手摇柄可以拿来带动激光装置。上面有很多的苍蝇。金刚部落蜂蜜心经，为什么工具间想让我贴这个？完全没有看懂。嗯，看一下这个。哦，哇，这件雨衣太脏了吧！也靠近我那浓浓的霉味，浓浓的哈味。这个，我只能边走边看那个地图。去年寒流时来看时，有人搬出来用，所有人围成一团的样子，还蛮好玩的。好恶，是也不想拿来穿。这样看不到路啊，应该没东西吧？应该是没了。好，出去吧。这个要解决，不然很麻烦。记得这控制的解决门是用什么装置？是否打开它？点一下。其实这边还有个东西，水星花盆栽增产，枯燥支撑一株还在撑着。土里是会有什么东西？哇！行政笔记旧照片，埋在地什么？却什么？看不太清楚。在大华楼一间找到照片，哦，有左边有写破损严重，看不出里面的人是谁。边缘则写着语重文字：埋在地下的树根使树枝产生果实。却并不要求什么回报，好可怕！这个哭死了。校长室，我刚刚说拿到东西啊，这样好，应该说拿到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因为那个。应该从铁卷门那边出去才对。然后为什么二楼不会这样子，然后一楼会这样子呢？啊，校门可能只能走这边，你得想办法打开它，所以是要打开没错。打开，看见吗？里头是一个机械盖子，上用油漆写的操作方法，看来需要一个手摇柄、拖曳道具。我看不到啊！我看不到、啊，完了，这个 bug， 我真的要问官方怎么解决，不然玩没办法玩了、啊。OK， 好，打开了吗？好，我们这一张玩一个段落，有存档之后，我们就先告一段落好了。
总算，哦，总算 ，Go Go Go， 快走！台风来了，台风来了，走哪里啊？我要走前面，不行，走前面，可恶！要出像我这款方式，就穿过礼堂，全家进入吗？啊，对，不然呢？不要吓我啊！现在怎样？按东西吗？等一下。哦。哦。原来是我的。你看，不行啊，这个要解决。移动镜不自觉就想检查一角有没有跑出来，有没有存档啊？叫我看不到有没有存档，不行，这个真要解决啦，不然我这样怎么玩啊？为什么会这样啊？我看别人都没有这样子啊，我这样很难玩欸。要叫他吗？好，我们等一下再叫他。我们先到处探索一下。都是杂物，还有一个老旧的军用甲壳，看起来没什么特别的。哎、欸，这样玩可怕哎、欸，比平常可怕一百倍。门进去了，哦，这边可以看一下这干嘛的？旗杆班级牌，全校集合的时候就搬这些玩意儿。还有一个东西，三十里面放一个雨伞，拿起雨伞，拿破雨伞。储藏室也找到了破雨伞，这状况很差，没办法拿来遮雨，但应该有一些用处。还有东西吗？里面没东西了。应该是没了。库房禁地，严禁烟火。工荒拱处好像什么东西，它里面的伸手没办法拿到。用雨伞勾，欸，勾出来了。白鹿项链，看一下这干嘛的？白鹿造型的玉佩项链颇有质感，不知为何会被丢弃在通风管道里头。生活周记，好，没东西。很老旧的排风扇，没有通电，扇叶总不太动的样子。深处已经传来声音，是外头的风声吧？看不到，好，走吧。小白小白，这边应该可以。台上讲台有人的样子，还是先看看吧。我带上去了没？哎，这样超恐怖的，这样玩。比平常恐怖一百倍 ！Holy shit！ 我在哪里啊？啊，有了！同学，起床了，台风快来了！同学，你，女主角登场，这是哪里？大礼堂。你是在讲堂中间，嗯？学校已经放学喽，台风要来的样子。台风？我刚从教室走过来，沿路半个人都没有，奇怪，我怎么？快回去吧，天色不太妙，等下暴雨就惨了。等等，我的项链不见了！啊，你有看到吗？我的项链，刚才叫醒你的时候就没看到，怎么会？我弄丢了。掉去哪了？那椅子好漂亮哦！今天有什么活动吗？我看不到你啊，大姐头！这样子我怎么玩游戏啊？你要去哪里？我
看不到我啊，我看不到我啊，要帮忙吗？嗯，这样会不会太耽搁到你？两个人找比较快，那就麻烦你了。是什么样子的项链？玉佩，白鹿的造型，用绳子系着。我找到了。嗯，谢谢，拜托你了。还有丢，我丢，是这条项链吗？你找到了，太好了，谢谢。开心，香吻一个。在哪里发现的？隔壁的储藏室，在掉到通风口里头，感觉像是被丢进去的。嗯。为什么会在那种地方呢？算了啦，算了，反正已经找到了。没其他事就快走吧，感觉要下大雨了。嗯，好。谢谢你帮我找到项链，赶快回去吧。我这样怎么玩呢？哇，雨好大。还好你把我叫醒，不然我可能要住在学校了。我们赶快走吧。轻轻，轻轻摸啊摸啊。好，快走吧。哎，跑跑跑！哎，看这大树，这棵大榕树已经很老，也许在人们来到山上以前都存在了。这边比较正常一点，好像外面比较正常。这个石头已经存在很久了，台风天大，这也太危险了，赶快走吧。好像从山上什么宫庙掉下来的。OK。这个什么？警卫室，连警卫也回去的样子，再过去就算要吓坏了。好，走吧。我怎么走过去？我刚才说，哦，有的这边给点。我自动走。啊！桥断了！靠！不会吧！我靠！这个红色的河是怎样？天哪！而且河水怎么变红了？怎么可能？这么大量的血！你不要吓我啦！啊，抱歉，只是随口说的。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呀？先冷静下来。这一定是有合理的解释的。嗯，怎么会染红？台风天河水顶多变浊吧？啊，我知道了。山上有几间工厂，一定是他们趁机台风来的偷放废水，是这样吗？应该吧。其实我也没有亲眼看过，只有从里长那边听来的印象。这样的确说得通了。比较糟的是桥断了，这下没办法下山了。真的是，明明一堆人每天来来去去，工所就是死都不改建这条烂桥。哎，先回学校吧，这样淋雨也不是办法。也是。别担心，如果只是台风，善用学校资源可以安然度过的。嗯，啊，你还蛮可靠的嘛，就保持乐观这样。那我们走吧。可不可以存档啊？哦，直接回学校。又是用冷又受困，互不担心呢，就先休息一下吧。等等，想要怎么样在学校过台风夜？啊，对了，还没谢谢你帮我找到项链。我是三年中班的方瑞欣，你呢？我只知道这里是二年能班，是三年级啊。啊，学姐，我叫魏仲庭，不用叫学姐啊，有够别扭的，叫名字就行了。平常不会去三年级的大楼，觉得你们都在准备升学考试，气氛应该很沙吧？才没有，爱玩照玩，没你想的那么认真啊。还蛮羡慕你们的，快毕业了，不用再看到白国峰那张扑克脸。白教官，哇，也竟然直呼他的名讳，听说他以前打上杀人不长眼的哦。喂，这是私底下才敢的好吗？平常大家都怕他，怕的要死啊。
关远远听到他轻弹咳嗽就是错。那个同学就是你，过来，为什么跟他交换就得？姓什么？你共匪啊？妈，学的有个像，就忍忍吧，明年就能让你毕业啦。哎，都能努力好吗？嗯，我想好了，过一会我下去校长室打个电话，看能不能联络到里长。工具间应该有一台暖炉，然后再去保健室弄个两条毛毯，这样过夜应该就没问题了。你还考虑了郑州泉呢，要帮忙吗？不用了，学姐你在这等，出重跑垒的事让男生来就好。你这样很大男人哦。告诉你，我可不是那种娇生惯养的小姐。是哦，对不起，我从小就很习惯这样讲话。哎，也不用道歉啦，你真的真够值得。不然这样，我先打个电话，等回来再一起搬东西，这样可以吗？嗯，这样的话我接受。那你快去快回吧。这么晚的话，我一定会跟他一起去，我不会一个人去。如果我是女生的话，电话打了吗？真要去，快去快回喽。感觉天气有点冷，越来越暗了。真的越来越暗了。好，走吧。哎，我发现一件事情，你看，照理说我走路应该那些灯要开着，我现在变成走路的时候那些灯会暗掉，是正常的吗？应该不正常吧。然后扑克狼不能看了。哎呦，好暗哦，妈！等下，现在怎样？现在正常的吗？现在正常的吗？现在正常的吗？好像是没有那个感觉，不过像是正常吗？各位，为什么这样？等一下，我进不去，回不去教室嘞。Oh my god， 好暗哦。那我知道从哪里下去了？哎，他自己走了。起心中一丝悬念，时间戛然停止，世界分崩离析，转眼间虚无已将我吞噬。到这边了，结果男主角这么挂啊！男主角怎么会？魏仲庭，魏仲庭，你不要吓我啊！没有呼吸和脉搏，死掉了！怎么会？怎么会？嫂子还在聊天的，天哪！我才刚认识你而已，这是噩梦吧？方瑞欣，啊，先冷静下来。好像画面变正常了吧？讲台上掉了一本书，是魏仲庭的，周记本。OK， 操场有看到他在翻，也许里面有什么线索。OK， 看一下。哎，什么时候这一张？看起来是一张公庙的签诗。哦，有存档了，存档，太棒了。前途不明，须知一注。转乾坤锁，移起密门。哦，线索。哦，这是线索。前路不明，须知一注。转乾坤锁，移起密门。看起来是一张宫庙的诗签笔记。OK， 这是我们刚才拿的东西。OK， 白鹿的灵兽，据说会引导迷途人。每当不安或迷惘，它总能让我得到一些平静一些。他会突然睁开眼睛啊！我点你，点点点点点。好啦，送你啊，送你白鹿项链，给你生活周记。好啦，看起来没办法点什么东西。不行，你不能放他下来。旁边
一堆蜡烛啊，那个问号是怎样？等一下，那个问号是怎样？今天到底是怎么了？简直是噩梦！其实我在有些时光组在之前那个试玩版的时候，我已经有稍微看过。我记得那时候仲景去打电话的时候，就马上到这边吗？好像没有，对不对？我已经不太确定，因为可能是试玩版的时候会变比较长，正式版肯定要删掉。好，不管，好，看起来是没有像刚才那种情况了，可能就刚开始会我的电脑会这样吧。好啦，那我们这集先到这边好了。那希望没到换到我喜欢点也换到粉丝按赞，以追踪最新消息。那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款返校这款游戏，谢谢大家这集的收看喽，谢谢，拜拜。